树上之庄严。往生论记无量宝教录，罗网遍虚空，种种灵法相，宣图妙法印。正与此处经文相应。往生论是天亲菩萨修学净土，往生极乐世界一篇报告，与我们真正想祈求往生极乐世界的同学们做个分享，提供他了修学的经验，成功的经验，给我们做参考。论里面讲到宝树的庄严，有这样一首偈，无量宝教录，我们在前面曾经读过，太多的珍宝，我们这个世间人没见过，也没听说过，所以佛就不必一一细说了，只说我们这个世间有的，而与它有类似的，实质呢是不能够相比的，让我们在这里略略的有所体会。罗网遍虚空，罗网古时候殿堂里面呢是常常见到的，现在不多了，这个中国大陆新建的这些殿堂虽然富丽堂皇没看到罗网，床幡现在还有，罗网没有了，古老宫殿里面也许有，这个故宫里头，故宫博物院里面这个宫殿里头有罗网。那么在日本呢，很多大的这个寺院，上千年的这些宫殿呢里面都有，日本我曾经去过六次，看到罗网。罗网的作用保护梁柱，梁柱都是艺术，都是彩画，怕小鸟上面去虚窝，所以用罗网防止它们，同时也防止人去触摸，所以千百年的这些艺术品我们都能够看到。在极乐世界，这个罗网是在宝树的上面，就罗网覆盖着宝树，作为宝树的装饰，网这个线与线当中的时候系得有鳞，宝鳞，鳞震动的时候有声音，风吹的时候有声音，所以它发音。那么极乐世界所有一切音声它都说法，这个才妙了。经中讲音落，
宝柱、宝网，皆树上空中之状也。啊，这些我们人间有的。啊，人间也把这东西看作非常珍贵、名贵。啊，在古代，这是地位很高，像现在讲部长以上。啊，帝王、总理，这些人的身份，大夫长者，哎，才有这样的珍宝庄严呢。啊，可是跟极乐世界比，那实在差太远了。寿命四色摩尼宝，这个四色，四不是数字，我们把它看作数字，那就代办了，就错了。四是代表圆满，代表一切。啊，像我们这个世间，科学家给我们讲颜色，有几种啊？三种。三原色，三种颜色互相来交配，就无量无边色。四色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弥陀经上讲四色莲花，青色、红色、黄色、白色。啊，实际上，青红黄就是三原色。啊，青红黄混合可以变成白色，所以白不是原色。啊，四色代表无量色了。啊，摩尼宝是如意宝。我们世间人常讲称心如意也。啊，我想求什么，这个宝都能提供什么，都能变现什么。啊，称心如意。是此诸宝，这上面讲的四色摩尼宝啊。总是众宝之善妙，无量无边珍宝的善，珍宝的妙，全具足了。乃最上之宝啊，故称宝众宝之王。以如是最上之宝作为璎珞，啊，我们看到佛像，或是雕塑的，或是彩画的，看到佛菩萨前面戴的这个璎珞。单一的项链，啊，许许多多重叠的，这是璎珞，美不胜收啊！这些璎，极乐世界这样名贵的璎珞，不是戴在身上，它挂在哪里？挂在树上。
那我们世间有那一点点带在身上，哪一家华严树木里头用珍宝去庄严，在极乐世界太普遍了。那个世界可以说是无量珍宝的世界。 啊，遍垂树枝枝条，意味庄严。这个庄严叫美观呐，好看呐。树干、树枝、树条，我们现在也有类似的。在澳洲比较少。在欧美。 我们住在香港，晚上常常讲经回来的时候，天黑了，看看街道旁边的树木花草，他用灯丝做庄严，用这个小电灯泡绕着树干、树枝。 树叶，你晚上可以看到很美观的，是这一类的，那么极乐世界这一些最上之宝，悬挂在这个树的枝条、树干上，自然放光，它不需要用电。 它自然放光，放出无量色彩的光明，云居宝所。现在这种名称很少，这是。 这有注解，此处指建筑物中相勾连之结构。两块两柱。借损的地方，有这个，在古时候，多半是用铜，用铜做把它连接起来，这个一般宫殿建筑里面你可以看到。 现在西方建筑里头用的也很多，就是两个梁柱接触的地方的时候，特别把它锁紧，固定它的位置，这叫云居宝所。 云居乃宝之名，如唐乙的有狮子，有云居，实实在在讲的，他这些彩画画成云彩的样子，画成动物图案的样子，用这个来计算，非常美观，又非常坚固。 故知云居宝所，皆以云居宝所成之勾连结构也。这是建筑物里头的宝柱。宋仪曰：“彼佛国土有种种宝柱，皆以。”
百千珍宝啊，而用庄严。所谓金珠、银珠、琉璃珠、玻璃珠、珍珠珠、砗磲珠、玛瑙珠，佛有二宝乃至七宝共成之珠。如是宝珠啊，是以璎珞以及宝锁。这是形容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。举几个简单的例子，让我们了解极乐世界的居住的地方。